老公，嗯，今天心情好，奖励你一个。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娘呢？老婆，你会唱摇滚吗？我不会，你去把屋里毛巾给我拿来去。老婆，你会？我不会。你有病啊！老公，嗯，今天心情好，奖励你一个。欧林，吃点东西。吃啥呀？可好，巧克力。来，祝你生日快乐！教大家一个防身术，当你是遇到流氓的时候，应该一个肘击，完了抓住手腕，内部他。下面来给大家演示一遍真实的动作。